第十球，王治郅 NBA 生涯第一次进球得分，追风少年用左手投进一记中投，开启时代先河。第九球，在快船的王治郅展示低位单打技术，面对前顶后盖飘逸打进，令人赞叹不已。第八球，王治郅在弧顶突然干拔，将防守定在原地，精准投射让现场陷入欢呼。第七球，王治郅自投自抢，暴力隔扣太阳球员。第六球，王治郅超高球伤动穿防线，1v4蝴蝶穿花突破上篮，让防守猝不及防。第五球，大智和纳什的精彩配合，一个负角度漂移跳投命中。第四球，菜鸟赛季的王治郅竟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大帽狼王加内特。第三球，大智展示梦幻脚步，转身突破上篮，一气呵成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帅极了。第二球，王治郅也有大心脏，绝妙的假动作底角晃飞防守，压哨命中追平比分。第一球，王治郅佯装投射三分，晃过加内特后完成出手，并造成了对方的犯规，狼王还因此受伤，下场缝了12针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视频再见。